家好，我是阿翔。现在呢，要帮大家介绍是三星最新的旗舰机 Galaxy Note 8的这个第一手的动手玩。好，那我这边手上有一支是Note 8的一支，它还不算是试售版机器，不过基本上的外观已经是接近试售版的样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机身是前后都是双曲面，前后双曲面。然后相较于之前推出的 S8 跟 S8 Plus， 它的在外观上面可以发现到它的四个边角是比较正方的，不会像S8 一样它是比较圆一点。你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有另外一支是 S8 Plus， 它的边角就是比较偏向圆角的设计。那 Note 8本身它是比较方正的设计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外观。那这一次 Note 8的外观是跟之前的 S8 跟 S8 Plus 一样，采用了无边际屏幕的设计。可以看到，我点亮屏幕，我可以看到它的屏占比非常的大，是83.3% 左右。那这个屏占比大概是略比 S8 Plus 再稍逊色一些。